说你好。你好，我先注音好了。完了，有备而来了吧？他先注音。聘机思成。哦，谁会？记者现在想看我笑话，对不对？你会吗？这句成语是形容，就是以前古代女权专政，就女生就主掌着那个。谁会啊？国学都有备而来。尽管笑，我要跟记者讲一下，这么爱写别人，真的吗？这么爱写别人，你们自己来写，你写，你们写啊，不要随便，我拍你，记者爱定人，自己写写看，我帮你出气了，那你写是什么？你那字那么难呢，你。哇，好难哦！母鸡的意思，你太夸张了吧你！真的啊，请问一下，平常有谁会用那个字？没有，而且其实写出来应该很少人也会念这个字。那五个字吧，聘鸡思成，牛七鸡思成。哎，这个算是有深度了，给他拍拍手。好，我自己承认了，我以前作文的时候，大学哦。大学作文曾经评语哦，他写错字离奇，是离奇，不是离谱，是离奇。对啊，这个我也要多加油，跟你们一样多学习，因为这个啊，那个文字其实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传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好，给两位妹妹拍拍手。哦，写板子压力好大哇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。玩另外一个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剧名叫做《蜂蜜幸运草》。今天我们准备了一连串有关蜂蜜的东西，然后要送给你们。那你们要准备好接招了哦。接下来进行的是《谁是我的 Honey》，妹妹们以蜂蜜为主题，向三位来宾告白，谁能获得男孩的信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永兔，我今天非常精心的制作了一个蜂蜜蛋糕，我亲手制作的，而且我非常。用心，因为我为了自己做的，因为我为了做这个，让我原本昨天很像林志玲的身材，一夕之间变小甜甜。我为了要做出最好吃，一直试吃。林志玲，我看你是林志胜的身材，比较大只好不好？而且啊，我就是很希望，就是我想要跟李国毅帅的帅哥说，这是为你制作的，因为你是里面最瘦弱的，因为我想要请你一起。邀请你一起加入我跟黑人老大的胖胖糖耶！我想说我们两个体型还蛮像的。我是壮哎，我是拐哎。黑人老大，我看你就承认了吧？瞧你们两个半斤八两的，我看干脆开个节目叫做《我爱胖胖糖》算了。你喂他？好贴心哦。一口吃下去，有甜蜜，有甜蜜，哇，好甜蜜呢，甜蜜，我可以，你可以，好不好吃？好喝，很甜，对不对？跟我家里的很像，跟你家里的很像，没有，因为我有做出家里的味道，他感受到我想给他的家。好，永兔，这是你带来的蜂蜜蛋糕。对，那要请其他人吃。好，相信你们应该非常想感受一下我的家。我来一块了。你就自己想吃。我哪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不，老大都是胖胖糖了。话说黑人老大还不承认你胖，照您这样的吃法，我爱胖胖糖这个节目近期内会开一波，请观众朋友们期待啊。今天我要化作小蜜蜂，老师来点给我小蜜蜂的歌曲。对谁表白啊？大家一起去做工，来匆匆，去匆匆，别做懒惰虫。我愿意做你专属的小蜜蜂，然后帮你到处采蜜给你吃。话说真的太可爱了，没有看过这么正的小蜜蜂。哎，但是啊，再可爱也不过是只蜜蜂，还不赶快去采你的蜜啊！超搞怪美少女婉婉竟然拿出超害羞的礼物，令人脸红心跳。Hello， 我今天
带来的是护手霜，蜂蜜的护手霜。然后我想要，你要给谁？你就在。我想要亲自为小众老师擦上。糟糕！宝宝，现在最不开心的，最不开心的是 AD 了。当时节目中没有人喜欢他，他很痛苦。他们有待会有身体乳液啦，不用担心。还欠他。好了，轮小众老师。太少。太少。我手很大。我好害羞，挤太多。没关系。护手霜。要按摩哦，怎么办？护手霜可以干嘛？乳液啊，好舒服啊！小宋，你今天有个 I love you 的手势吗？手臂也可以。我头痛。你这就不会用。我要教你怎么样，你要女生，你要这样，老大自己想摸。我教你，很不舒服，不是你要这样摸。哎呀，然后这样手，然后最后要这样。哎，老大，咱们是健康的节目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马上收起你的咸猪手，不然罚你红牌出场啊！我。示范，你继续。食指，牵他。看着他，食指紧扣，然后看着他。讲话。妈来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就这样吗？就这样。你很开心是不是？我超开心，我超喜欢他的。我可以帮你擦。不要，你用浪漫的音乐。我是专业的，宝宝不要蠕动。哇！放手。你是按摩师傅吧？对。这手势还有这种交叉的手势。最后十指紧扣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啊！超开心。我们这师傅一节赚1000了，等下拿1000块了。好，谢谢宝宝。想看到美眉们和偶像帅哥更多令人血脉喷张的亲密接触吗？都在下节玩黑社会啊！红鱼宴竟然引爆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，好幸福哦！一辈子要这样喂我吃哦！我可以生气，出来怎么样？他骂你做错，美眉计划残酷厨房，美眉们抢食材不顾情义。精彩内容请锁定